挥别99年，将要到的就是民国100年，有不少业者绞尽脑汁推出了套装行程或者是优惠方案来抢攻市场。台东就有不少活动都是在银曙光，连饭店也不例外，推出了曙光套房，百年的一个曙光专案，每人只要2950，那两人成行，但这个专案是一泊20，那让你跟情人躺在床上，那隔天早上窗外可以露出第一道曙光，在床上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百年的第一道曙光，那民众可以在饭店也可以迎接曙光，相当的浪漫。不知道你的迎曙光计划是什么？是在家倒头大睡，还是要一起到太麻里，或者是绿岛、兰屿去？只要开心，相信来年都可以平安幸福。以上新闻记者郑虎报道。